2023富邦人寿勇士世纪冠军杯高屏区最终日赛程开打，四强赛有去年冠军赛亚军的高大运修对阵上届老对手屏大原专，战况十分激烈，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但高大阵中的得分好手洪伟成跟陈继维跳出来稳定进攻节奏，两位中场得分皆上双，以48-46击败屏大原专进入决赛。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的责任，因为大家节奏比较乱的时候，可能就需要我来站出来帮大家来理一下节奏，因为大家都不会讲，大家可能就比较不敢讲，所以就需要可能像我，或是或像任嘉伟一样，就可能要把大家问题讲出来这样子。今年在调度上多了很多人，然后我们的禁区也相就是有一定的吨位，所以我们在整体的攻防上去做，就是对高雄大学做很多的研究，然后我们也就是把他们当假想敌在打，所以刚刚的比赛我们就是拼尽全力。四强赛第二战由高一医学对上高科电机，哨声一响，双方进入拉锯战，比分咬得很紧。末节高一医学的黄晨宇以全场最高的19分带领高一闯入决赛。其实两天就打四场比赛，然后其实强度，然后还有各学校队友其实都蛮厉害的，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算学弟，所以也是在这场比赛中，不管是跟对手还是跟学长，然后也都学到蛮多的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这场球就是学到的经验，然后带回去学校，然后去更精进自己吧。然后也感谢这群队友，就是大家一起帮忙，然后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是冠军奖，然后就是可以一起努力完成这次的比赛。今日最后一场赛事，也是决定拿下全国赛门票的关键场。上届得分王高大运修洪伟成开启 Turbo 模式，拿到球射出三分进账，狂轰34分，总计投进了7颗3分球。队友胡冲系也不遑多让，投出了3颗3分，现场犹如三分球大赛。高一医学阵中只有7个人，比赛途中还频发受伤意外，体力不足的状况下不敌高大，最终高大运修以大分差75-37拿下全国赛门票。就是相比去年来讲，我们这次有更有默契一点，然后目标比较一致一点。今年的愿望就是不要受去台北的时候不要受伤，然后看能不能拿一个冠军这样子。责任感吗？我当然希望我可以带领他们拿下每一场胜利啊。会紧张还是有啊，就是我也有就是不能输球的压力，然后我们最后有拿下胜利。SSU 特派员张雅倩，高雄报道。